我心目中的那个啊大英雄是啊武功高强的，然后啊他的人又很谦虚，又会维护正义，有啊有义气，然后啊是江湖儿女，又很低调，可是呢又很顽强的一个人物，当然是男人啦，是在电影里面看到他的啦，不过他真人是不是这样啦？啊，那这个人是谁你知道吗？这个人就是叶问，叶师傅。我最喜爱的大英雄是个大坏人，他喜欢在脸上涂鸦，画到乱七八糟的，他头发卷卷的像梅姨米，然后可能爆炸头。